好，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9日星期二下午12:17至31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8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日程未审定，主席宣告本次院会议事日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潜力将本次院会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并宣告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就截止登记。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四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9日星期五13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李立芬等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修正案，交教育局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三至六、委员管碧玲等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公民投票法等修正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修正草案，交修宪委员会审查。七、委员黄秀芳等拟具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至十、委员吴其明等拟具大众捷运法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一、委员陈莹等拟具原住民身份法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二、委员郑玉鹏等拟具民用航空法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十三、委员萧美琴等拟具灾害防救法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四至十五、委员徐仁等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六至十七、委员洪慈庸等拟具军中可疑事件调查及赔偿条例及军事可疑事件调查委员会组织法等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十八、委员廖国栋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九、亲民党党团拟具公共灾害救偿基金条例草案，交内政、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二十至二一、委员卢秀燕等拟具电业法修正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十二至二十三、委员邱泰元等拟具关税法修正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四、委员苏巧慧等拟具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局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二十五至二十六、委员格拉斯尤达卡等拟具畜牧法修正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家安全法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七至二八、委员王定宇的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等修正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九、委员张启成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委员邱怡云等拟具货物税条例修正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一至三二、委员陈曼丽等拟具电业法修正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李俊毅等拟具警械使用条例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四至三五、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烟害防治法等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六至四一、委员黄国昌等拟具银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期货交易法、信托业法、证券交易法、保险法等修正案，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十二、委员林立常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四三、委员罗志正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修正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四四至四五、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六、委员林巨炫拟撤回前提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
引起院委同意撤回。47-49，行政院函请审议《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水土保持法》修正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0-119，卫生福利部、环保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内政部、司法院、交通部、劳动部、科技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部、教育部、考试院、财政部、文化部、台湾省政府、中央银行、国史馆、法务部、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客家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20-125，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内政部等函为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26-149，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行政命令预审查期限，请查照案。150-155，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王定宇的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罗志诚等拟具《罗志诚等拟具小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委员苏正清等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赵宝清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修正案》交修宪委员会审查。五、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六、委员管碧玲等拟具《专利法修正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七、委员黄国书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正案》，交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八、委员谢一方等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九、委员郑宝清等拟具《民用航空法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10-11，委员周尊明等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增列委员费用泰等拟具《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3-14，委员柯志恩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货物税条例修正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5、委员张立善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增列16、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议程查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就通过。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经注意本会期结束前，将公民投票法与内政委员会审查完具提报院会处理，请公决案。议事处增列：三、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修正案；四、信托业法修正案；五、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六、保险法修正案；七、国际金融业务条例修正案；八、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业税法修正案；十、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请登记发言的委员依顺序发言了。第一位，请徐委员永明发言，时间两分钟。谢谢主席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顺序如下。请议事人员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五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程序要件确
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第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国会改革，现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九届第三会期前，先择议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第二位请王委员玉敏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再次提出来的讨论事项，是关乎国人健康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现在蔡英文政府要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进口，其实引发民众非常大的焦虑。我想在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其实我们都到这个菜市场深入基层去了解民众的心声哦，你可以看到有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为了反对，他来投他的加入这个公投的联署，他还要戴着老花眼镜，还要把身份证掏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让人家看得非常的感动。这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只有一个心声，甚至有的他说我吃到没有关系，但我们的下一代不可以吃到这样的辐射食品，对他们的健康伤害很大，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充分的表达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的心声。而短短的一个周末，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0人就是联署了这一个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这样的一个公投联署。立法院作为最高的民意机构，这样的一个民意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应该要正视。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再次提出来的增列的讨论事项，我们希望可以排第一案到第十案的前面三个案子，都是有关于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这个重要的议案。包括第一案，我们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应该这么重大的事项要来国会向立法委员做专案报告。第二案，我们提到的人民这么的关心，所以应该要重新召开十场的听证会，包括离岛地区都应该举办，而不是像现在蔡英文政府只想草草了事，在北高各办一场就要做成开放的决议。而我们跟日本还没有签订司法互助之前，更是不应该贸然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核灾食品的开放。我想这三个议案都是非常重大的，我们非常遗憾在院会表决的时候，上个礼拜民进党没有站在民意这一边，全数的委员都是用否定否决这几个案子，连讨论的空间都不可以。我想这是跟民意作对，我们也坚决反对。所以本席在这边请这个议事人员针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四次院会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如下，并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就是代为宣读，谢谢。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要求卫生福利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安全，依据行政程序法155条、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十场听证会，会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一应补办，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第四案，住宅法修正案。第五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第六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七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第八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第九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第十，
本院为李彦秀等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社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符号医师养成所投入之资源甚至流浪医师产生。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第三位请中委员孔照发言。好，主席、在座的各位委员，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四次的会议日程讨论事项建议立案顺序如下，请议事组代为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第二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第四案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修正案，第五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业税法修正案，第六案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第七案信托业法修正案，第八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第九案保险法修正案，第十案国际金融业务条例修正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这个提案都已经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就来处理。那么三个提案啊，国民党党团跟民进党党团各有排了十个案子，然后时代力量党团提了三个案子哈。三个这个要处理的案子，那么大部分都没有重叠，那怎么办？都列进去了。好，那不就那就表决啊？要表决吗？都列进好了，为什么要表决？这些案子对民进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有提案，就要求要照这个提案；国民党党团有提案，要求照这个提案。会表决，到处都表决。那我们就到院会去表决了，好不好？那就我们草案送院会，都列进去就好了嘛。对呀、啊，好，本次院会议程草案内容。暴力啊，通通让民进党开会就好，什么都照他们的意思就好了。我们今天也没有表决啊。要院会是表决。是啊，那总是要有个决定嘛。本次院会议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好，我们有没有人民请愿？好，我们今天没有人民请愿案哦，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